五公斤。好，卡就坐啊。卡就通风道的关系。好，其实要先跨过去再做，不要单边踩哈。小朋友，请跨过去之后再做。好，慢慢来哦，老板一下，来坐一下。阿伯，你得叫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啦，好啦，你跟你放那边，对吧？我，啊，出发啦！安全。